欢迎加入1800新闻1点的新闻直播。大家好，我是王心怡，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留言区，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一起聊天聊新闻。新闻首先呢，当然我们是先来关心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到的枪击案件哦。那么川普呢是在13号的时候出席宾州的造势活动的时候，被一名20多岁的枪手库科斯要给暗杀，但是最后我们知道是没有成功的。我们来看到这个枪手呢，照片就是这个。那他其实是一名数学资优生，过去其实也有不少的他的这个同学有出面说，他其实在学校是有受到霸凌的，因为他个性比较安静，有点像是校内的边缘人。而现在呢，这一届枪击案件发生之后，当然挺川跟挺拜的两个阵营都有各自的表态跟各自的说法哦。现在挺川派认为呢，这个密情局简直有慢半拍的这个嫌疑哦，因为看起来好像川普被枪击，其实一开始应该是有机会预防的，但是最后却没有，怀疑是白宫的阴谋。而至于挺拜派呢，则认为呢，有人觉得是川普在自导自演，目前 FBI 是定调是潜在国内的恐怖主义行动。Thomas Crooks。脸上带着腼腆笑容上台领取毕业证书，谁也没想到画面中这名普通青年两年后竟然成为暗杀川普的枪手。According to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he gun was actually traced to the shooter's father, which had helped them determine the identity. 20岁的库克斯住在匹兹堡郊区，距离案发的巴特勒大约56公里远。案发时使用的是父亲半年多前购入的枪支。现在大批警力进驻库克斯住家附近，全面封锁街道，因为无论是他的车子还是家里都找出了爆裂物。When reached by CNN Saturday, Matthew Crooks said he was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quote,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究竟嫌犯怎么拿走枪支？嫌犯父亲对 CNN 表示，要与执法人员谈过之后才会对外发言。不过库克斯身份也被其弟高中同学谈到他，都认为他是校园里的边缘人。I didn't have any interaction with him, but he was, a kid that was always alone. He was always bullied, every day. He was just an outcast. 库克斯在学校时非常安静，总是独来独往，常常因为穿着打扮而被大家取笑。He'd wear hunting outfits sometimes. He would always wear a mask even after COVID.长期遭到同学霸凌的库克斯其实成绩良好，还是名数学自由生，同学都想象不出来他会做出这种事。 I don't think anyone would have thought this. It's crazy. 目前知道的是，身为手头族的库克斯是在宾州注册有案的共和党人，但也曾在2021年捐了$15给和民主党有关的政治团体。无论是网络还是社群都没有发现他偏激言论，暗杀川普的犯案动机依旧是充满谜团。 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的确有这一次川普遇到枪击案件幸运的活下来，的确就像观众朋友 X-Men 讲的，摇头晃脑真的可以保命吗？的确，其实我们知道川普他平常演说的习惯就是习惯会这个头一直晃来晃去的，有非常多的肢体动作。而这一次呢，川普他也在枪击之后首度受访，他说当下的确是反常的转头，结果就刚好躲过了这一劫。那么有关心这个新闻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在川普枪击案发生之后有一张非常经典的照片，也就是这个遭川普被枪击之后要被随护架下台的时候，他耳朵流着鲜血，但是还不忘高举着手大喊 fighting 哦。这一张照片呢也被美联社的摄影师给瞬间性的记录下来。当时呢，其实这个美联社的摄影师他有讲说，他在听到枪声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且他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所以就赶快跑到舞台的旁边，就成功的拍下了这一张非常经典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后面其实还有美国的国旗。那么其实这一次的枪击案，虽然川普可以说是成功幸运的逃过了一劫，但是还是有一名50岁的消防员在这个意外当中不幸罹难，因为他在发生枪击的当下他要保护妻女，帮忙他们挡子弹，结果不幸丧命。而他也就是照片这一位身穿白色衬衫黑色领带的这一位消防员。那当然了，有很多的消防同仁都说真的是英雄，甚至还有人说会因为这个枪击案决定要投给川普。
川普遇刺当下高举右手握拳，嘴里喊着战斗，这张照片成为历史画面，隔天立刻登上《时代》杂志封面。拍下这张照片的美联社资深摄影师接受 CNN 访问，说他能够捕捉到这个重大时刻，全靠直觉反应。I heard, you know, pops, and I knew immediately what it was, and then I just kind of went into.还有一名在现场的华盛顿观察家报女记者，原本要在肇事后与川普进行专访，没想到川普遭枪击后主动打给他，使他成为第一位访到川普的人。When you watch him at a rally, he always looks forward.Always looks forward. He never looks to his right or to his left. 就是这么巧，在子弹发射前，川普罕见的看向右边，逃过一劫。And he said, in that moment, he understood that everything had changed for the country and for himself. 至于为什么做出举起拳头呐喊的动作，川普在专访中这样回答 ：It was important to project to the country in that moment that everything was okay.That he was okay and the country was okay. 大难不死的川普认为这是向美国选民喊话的大好时机。根据竞选团队透露，川普在共和党全代会的提名演说内容已经着手全部改写。在川普遇刺后，大陆外交部表示，习近平已经透过管道亲自向川普慰问。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也报道指出，川普遭暗杀未遂，让人想起当年刺杀甘乃迪的行动。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我们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在造势场合上面遭到枪击。其实这一次呢，我们刚刚有讲到，很多人都认为这其实是可以预防的。为什么呢？因为枪手其实距离川普造势的舞台非常的近，甚至也有民众有目击到枪手爬到屋顶上。我们来看到这个位置呢，这个红点其实就是川普所在的位置，而枪手呢，其实就几乎是正对舞台，两者的距离大约只有120公尺左右，而密情局就在旁边，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难道这一次密情局可以说是这个维安失利吗？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川普不是美国第一任遭到枪击的总统，过去其实有非常多的案例，甚至也有不少人命丧枪下。我们带大家来盘点哦，过去呢，其实像是第16任总统林肯，他在1865年的时候被枪击，而且他后脑中枪直接死亡了。还有第20任的贾费德，还有第25任的麦金理，第35任的甘乃迪，他在1963年的时候头部中枪当场惨死，而受伤幸存的其实也有，包含像是第26任的老罗斯福，他在1912年的时候，当时也是被枪击暗杀，是胸口中枪，最后还好有活下来。而第40任的总统雷根，他也是在1981年的时候肺部中枪，那么幸好也活下来。但其实我们刚好看到这个甘乃迪他中枪，其实这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最大悬案。救护车和警车警笛声此起彼落。回顾1981年3月30号下午，前美国总统雷根在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饭店与美国工会代表共进午餐，并发表演说后，才走出大门就被一名歹徒连开6枪，所幸没有击中要害。外媒美联社报道，这次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刺事件是自雷根以来首度有总统或总统候选人遭到枪击。1972, George Wallace, a leading candidate for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He wasn't killed, but he was paralyzed for life. 1963年11月22号下午12点半，当时的总统约翰·甘乃迪在德州达拉斯搭乘敞篷车参加游行，遭枪手射杀身亡。同样为人熟知的第16任美国总统林肯，1865年在福特剧院观赏戏剧时，被当晚演出的演员从背后射杀。另外，美国 FBI 在2008年也曾破获一起企图暗杀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其他102名黑人的阴谋。另外，美国 FBI 在2008年也曾破获一起企图暗杀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其他102名黑人的阴谋，以及2011年一名男子对白宫开枪，被指控企图暗杀奥巴马，最后被判刑25年。Agents from the 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and Firearms say two neo-Nazi skinheads plan to rob a gun store and target a predominantly African-American high school in Tennessee. The men plan to then go on a nationwide killing spree with Obama as their final target. 美国政治史上暗杀黑历史不断，川普遇刺事件再次掀开美国人内心的伤痛。 TVBS 新闻综合报道。美国前总统
美国前总统川普遭到枪击，而现在呢，也确定说枪击他的这一把枪其实就是男子手持的 AR-15 步枪哦。那这一把枪呢，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到，其实我们的退役少将他有分析说，枪手当时应该是有直接瞄准川普的头部，但是因为这把 AR-15 的手枪呢，它飞行时间大约是 0.2 秒，所以川普的摆头也让他直接逃过了一劫哦。少校他就讲了，这个 AR-15 呢，其实这个枪它的口径比较小，穿透力比较高，所以杀伤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小。通常通规都会用到 5.56×45 的子弹。这把标准军规的 M4A1 外形跟 AR-15 一样，不过在美国的民用市场中是不可连发，而这一把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枪击案枪手用的半自动步枪。上机匣的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所以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模组化的设定。美国玩家最爱每14人就有一把，且 AR-15 口径小，等于跟原子笔笔尖差不多大，因此穿透力高，但杀伤力相对小。子弹出枪口到命中川普，这个时间大概有0.15秒到0.2秒的时间。譬如说是川普头一摆，有一个摆动来讲的话，或者是风吹的影响，都可能造成这个子弹的偏差。指出川普运气好，若头偏向另一边，可能就正中眉心。有专家进一步分析，78岁的川普念过军校，加上这些习惯，保住他一命。他是摇头摆脑。晃来晃去，你让他枪手怎么去瞄准？而且在135公尺远，他的演讲的习惯也救了他。谁的反应能那么快？川普，因为他受过军事教育。川普所幸又有擦伤，而杀手的特性，国安会前副秘书长杨永明认为，从开枪后并未离开现场，甚至造成现场川粉伤亡，研判是孤狼式未遂刺杀。但政治对立激化下的意外事件，台湾也有类似状况，像是今年7月有驾驶驾车冲撞总统府，学者呼吁朝野应该降低对立。赖清德现在人家感觉就是他是赖主席，而不是赖总统。所以赖主席的意思呢，就是他只顾绿的，不顾蓝的，最好的方法当然是由上而下。怎么避免朝野对立，以至于对支持者煽风点火？或许就像学者说的，该从国家元首开始做起。TVBS 新闻董俊年轩台北采访报道。好，我们知道其实最近呢，高龄驾驶的议题受到蛮大的讨论。在今天呢，台北市有一名86岁的驾驶，他开车在士林的加油站，结果他加完油准备要把车子开出去，原本要踩刹车的居然踩成了油门，就这样直接爆冲，甚至还把旁边的油桶撞飞，撞进了旁边的店家哦。那么其实呢，这名驾驶因为他已经超过了82岁，所以他刚好不再需要每3年换照一次，但是经过了这一次的事故，公路总局如果收到红单的话，就会通知他要换照。银色轿车车上的水都还没擦干，滴在地上，后照镜也没有打开，就沿路逆向，接着一个转弯，刹车踩都没踩，就开上人行道，把油桶撞飞，砸进店家，玻璃瞬间碎裂，油溅也满天飞，直到撞上柱子才停下来。红色的现实油桶喷进一品店，员工全部吓坏了，拿起扫把把碎屑扫起来，而车底下还有油桶的残骸，可见撞击力道有多大。警方获报后到场，穿着衬衫的蛇性驾驶毫发无伤，相当平静描述当时经过。今年86岁的他，没想到洗个车却发生车祸。加油站那边冲出来，后来先逆向之后，然后再驶回正向，后来冲到油桶那边，后来把油桶缠起来，后来油桶撞到落地窗，落地窗就整个碎掉。当这名男子刚从加油站洗完车出来，没想到却暴冲30公尺，把车开上了人行道，又撞回油桶，把油桶给撞进店家。事发就在中午将近12点，台北市士林至诚路2段上，看到天气好想洗车却闯了大祸，但肇事的86岁驾驶却不在换照的规定内。除非有特定的违规，或者是有受吊扣驾照，才需要做驾照的换发。公路总局新制上路后，31年7月以前出生，因为能开车的人变少了，不用换照，除非有违规被记点或发生重大事故，就会被要求换照。不过，如果是在31年6月30号后出生的驾驶，3年就要换照一次，除了体格检查，也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附上未罹患失智症证明。但这回86岁蛇形驾驶已经违规，公路总局在收到红单
单后就会通知他回来换照。根据规定，不用换照的驾驶今年已经82岁，年纪比其他人还大，却不需要定时换照。老翁这一撞，恐怕也引发路人们的隐忧。TVB 中央就是佩宇台北采访报道。好，的确高龄驾驶会让大家稍微比较紧张一点，像观众朋友 Rotter 他都有讲，怎么会让80几岁还在开车呢？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同样他也是80几岁的高龄驾驶，他是屏东东港一名83岁的老翁，他在大半夜的时候逆向行驶，而且警方要他停车受检，他不接受，甚至还加速逃逸400公尺之后呢，他的车子就直接整个自撞分隔岛，而这名老翁送医之后伤重不治。根据调查，其实这名老翁他没有酒驾，也没有任何前科，但是到底为什么要在大半夜的时候逆向开车，而且甚至还不停车受检，现在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对向车道不停有来车，一辆白色小货车却违规逆向行驶，遇到车辆连闪都没闪，整个过程险象环生。警方不停追逐，直到他第一次擦撞分隔岛，车速减慢，警察逮到时机，马上开去对向道拦车。对啊，可啥？可啥？要不安尼啊？够恐怖呀！要弄了！一点在发呆。双方直接上演追逐战，原本小货车一度停靠假意配合拦查，下一秒却加速逆向逃离，不过在路口想转回顺向行驶时直接撞上分隔岛。没动用吗？动用啥？我用我的车去动啊。不是，你还可以载，很危险的。你看，这走的是车子疑似失控喷飞，撞上一旁路墙，后置牌都被撞倒，就连车辆都四轮朝天，180度反复倒地。这起车祸案件发生在屏东东港环湾道路，14号凌晨1点半左右，83岁老翁驾驶一部自小货车违规逆向，遭到警方追逐。83岁驾驶停在路中，趁警方下车拦查时加速逆向逃离，却在行驶400公尺后自撞翻车，紧急送医治疗。15号早上能宣告不治，已就研至清晨7时许伤重不治，经抽血检测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由警方调查厘清，并报警地方屏东地检署刑事相验。据了解，老翁没有任何前科，抽血检测后也确定没有酒驾行为，为何会在大半夜违规逆向还不停下来受检，现在人撞死了，警方执勤有无过当都有待厘清。 TVBS 新闻叶凤达、吴少龙、卢平浩屏东采访报道。艺人黄子佼持有未成年不雅影片，日前遭到起诉，而就在今天下午3点半开庭，没想到黄子佼他却大迟到了20分钟，直到50分的时候才进去开庭哦。原来他其实有先派律师报到，自己是躲在车子上，完全不敢下来。而至于所谓的黄子佼条款，现在也加速修法通过，未来如果持有未成年的不雅影片，最重可判7年。大迟到超过20分钟，艺人黄子佼原本3点半的庭，硬是拖到3点50才出现，让法官等，果然很大牌。先生怎么每次都迟到？他是梅姐传话没到，哎，有认罪吗？可惜这次开庭他不能再请假，在律师保镖护送下，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快步走上2楼。但看看他今天的穿着，似乎相当眼熟，跟这个月5号现身地检时是同一件。一样的蓝色衬衫，一样的灰色格子长裤，只是鸭舌帽似乎是换了一顶。黄子佼每次出庭都是穿这套，这次被起诉是因为持有7部创意私房未成年影片，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罪起诉。有道歉吗？但其实黄子佼已经是第2次被调查，上一次检方认为黄子佼坦诚犯行，自愿交出档案，加上未散布贩卖，让他缴120万，写1200字的悔过书，换取缓起诉2年。不过当时轻放引发了社会争议，高检署在意，发回北检重查，他也在第二次被起诉，若罪名成立，最重可处1年徒刑。犯后态度良好又全部认罪的情况之下，是有可能受有缓刑的宣告，但是呢，本案法官可以视情况给予一定程度的附条件缓刑，例如要求被告定期到医院进行精神治疗。黄子佼的犯行也加速催生黄子佼条款，立法院7月12日已经3度通过儿少性剥削条例修正案，往后下载购买持有儿少影像者，从原本1年以下加重为1到7年徒刑。但由于不溯及既往原则，即便通过，在黄子佼身上恐怕也不适用。TVBS 新闻郑炫冠，太不懂。
好，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这个基隆市长谢国梁的罢免案，现在呢进到的关卡是选委会要进入联署人名册的查对工作，这个是什么呢？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选会跟选委会，其实他们两个呢，对于可能有伪造疑虑的联署书，在要不要寄挂号信，还有怎么认定上面，看起来好像意见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选委会认为，如果寄了挂号信，但是没有回复的话，应该就要删除这一份联署书，因为没办法确认嘛。但是如中选会却认为，寄了挂号的话呢，就算他没有回复，应该就要认为是合格的。甚至要选委会接受中选会的指挥监督。民团号召罢免基隆市长谢国梁，现在基隆选委会也展开查对作业，只不过中央地方有旗舰。选委会在查对联署书过程发现有疑似伪造或无法认定，就要采双挂号方式寄查询单给联署人确认，如果没有回复就要删除，但中选会却说应该要认定为合格，让选委会一早九点开会，接近中午才有结果。双挂号收取之后有回执联，但却不寄回来，我们就不予认定。选委会也明确列出其他无效联署的九样态，包含挂号信回执、查无此人、拒领逾期回复等等。这结果让拆量团体很生气。今天他要查证的这个工作，其实是主管机关必须要负责的。看，然后作为一个理由的话，其实这个是把责任推向人民，就去质疑说他是不是现在就只是谢国梁以及国民党的打手。中选会也杠上选委会，搬出法令要选委会遵从中选会指挥监督，还拿出过去罢韩案例，强调和基隆选委会一样的情况，双挂号没有回信，中选会通通都列为联署的合格件数。像这样的作为就是很明显的，那不管是说之前的韩国瑜在罢韩的状况也好，还是这一次针对基隆市的罢免案也好，很明显的就是想要快速的让这个罢免案能够成立，进入第三阶段的投票。从联署书的核定天数到认定办法，拆量行动，中央地方持续角力。 TVBS 新闻花正森李宗泽基隆采访报道。好，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解严的37周年。而为了落实所谓的转型正义呢，中正纪念堂的国军仪队在今天开始也撤出了蒋公铜像的大厅，也就是改为每个整点呢，这些宪兵呢到民主大道上面勤务展示。步伐铿锵有力，整齐划一。国军一队44年来在中正纪念堂蒋公铜像大厅内的站哨交接仪式，就在解严37周年这天画下句点。更改后的国军一队勤务展示会从大中门以及大校门一路往民主大道走。民主大道上会拉起红龙，而一队就会在这里展演。在红龙外抢看抢拍，还有外国游客巧遇首次的国军一队户外展演。如果是可以更多一点人，可能会更好看。这样一样，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每个整点都有巡查和训练展示，结束之后再原路返回勤备室，整体时间大约15分钟，遇到下雨就会取消。不过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火速将一队撤出铜像大厅，更选在解严纪念日这天，再展现转型正义的落实。态度上要化被动为主动，除了牵涉到国安，牵涉到法律，牵涉到当事人人权的部分，否则的话，我们应该以公开为原则。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正义也不一定时时都存在，只有靠我们共同的守住、捍卫、争取正义、争取民主，我们才能在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当中持续的往前进步。告别44年来的站哨交接，一队从铜像大厅走向民主大道，也是在转型正义这条路迈开新的步伐。TVBS 许家瑞、钟轩台北采访报道。我们来看到，虽然距离2026的九合一大选还有2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像是在高雄市长人选的部分呢，民进党已经有不少人陆陆续续的表态了。最近又增加了立委邱毅莹，他在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也松口，认为自己应该要有机会往前再迈一步，甚至也说有信心可以赢得了国民党提名的柯志恩。
在这段时间很认真的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再往前迈进一步。不讳言，有意争取高雄市长提名，民进党内表态要选的高雄立委再加一，登记得地经济委员会来的哈，所以咱对。产业对农业甚至对整个都市的发展咱都有一定的了解。搬出立委经历当优势，但邱委员别忘了先前已表态的林黛桦同样也是经济委员会的立委，还有赖瑞龙也都待在经济委员会。高雄的进步发展是许多人共同的努力的成果，那过去瑞龙也担任过新闻局长、海洋局长，我们相信大家一起努力，高雄一定会更好。人才辈出啊，那也大家都有意愿的话，我们都给予鼓励。唯独徐志杰来自交通委员会，而除了资深立委有意角逐，新科立委黄杰也被看好。不论接下来是谁出现，重点是要能够团结高雄队，带领大家迎向胜利。没说自己要选，但也没说自己不选，只是相较民进党在高雄想选的接连表态，桃园市长的人选在老市长郑文灿社团后选情似乎更艰难。目前台面上有连任立委失利的法务部次长黄世杰被点名，当然住在桃园的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呼声高。对地方上熟不熟悉跟你耕耘的时间长短并不是有绝对的关系啦，但我相信如果你对地方上不够熟悉不够了解的时候，你是很难去说服选民。地方没有乐观的本钱，毕竟要是母鸡不强，影响的也是自己选情。 TVB 新闻吴奎言、邱汉柔台报道。好，这几天天气真的非常热，像刚刚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一队在户外操演的时候也都说，哎，真的有可能会中暑哦。到底有多热呢？我们来看到彰化有一家布袋戏团，他们开着小货车要出去演出，结果把热熔胶放在车子上。照理来说热熔胶要融化的温度应该要非常的高，结果没想到他们下车三条热熔胶放在座位上要取用的时候居然融化了，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温度真的非常的高。但是这个接下来我们先看到的是，这个从去年开始呢，台湾股票市场的行情看涨，也就是从1990年以来最大一次的涨幅。到公司上班，忙完交办事务，有空档就用手机关注股市变动。两年前开始进入股汇市场，除了稳健型的 ETF 之外，还有投资短线操作。那我其实有两个做法，一个是ETF 的部分，我觉得有些人都会觉得说 ETF 是为了要领股息，所以我会买很多张，然后我放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我个人觉得可能 ETF 它还是一个比较短时间的，所以我的 ETF 也会做短操作。科技股的部分的话，我就会买很高价的高价股，比方说前几名的，可是我会买领股。那因为它的涨幅很大，所以你可能两三天你就获利了。随着这一两年股市行情好，也跟着增加业外收入，原本根本不敢想的买房，如今也在考虑可以往台北的蛋白区下。现在透过新契案的方式的话，它的宽限期比较长，那再加上如果说现在你买稍微偏远一点点的，因为现在的捷运都比较远一点，所以你买远一点的房子的话，然后坪数不要太大，其实是比以前来讲的话是更好入手的。以台北市蛋白区来看，万华、文山、大同、北投从2023年到今年第一季指标新建案每坪成交价持续冲高，甚至站上百万元，其中大同区新案每坪最高成交价更是来到150万，成长快速。不过整体房市买气依旧居高不下。这是新北市新店区，可以看到这边动工的建案呢非常的多，这也反映出整个房市的买气非常的旺，而其中主要的推手呢就是来自于股票市场，因为从去年以来到现在已经大涨了将近9000点，这是从1990年以来涨幅最大的一次。整个股票市场大家的资金很饱满，也顺势带动了整个房市买气。根据统计，在1989年股市大涨4500多点，同时间房市也跟着受惠，资金行情大涨。不过之后29年间，只有2009年金融海啸后股市反弹上涨3000多点，多数时间指数波动幅度有限。而从去年到现在，股民跟大股东获利高，市场已经有股房联动现象。股房联动以前的状况不是那么的强烈，因为在可能这5、6年来讲的话，其实台股一直有一些新的
指标的族群出现哈。那至今的话，其实很多的专业投资人、大股东，其实赚到钱之后，他们之后都会把一些不动产当成一个资金的一个避风港，比较保值。台股由台积电领军，靠着 AI 热潮，整体科技股一路往上冲。另外，在新清安政策助攻下，房市买气火热，营建股也备受看好，让不少小资族靠着股市投资，口袋资金满满，转而进入到不动产市场。尤其在预售屋市场出现过热现象，都在卡位抢买房。现在影响房市的外在因素很多，包括一个通膨的预期，包括股市的一个资金大涨，然后又包括新清安的政策，那提供年轻人比较好的一个房贷优惠。那同时间市场上又面临到这种供给量不足，包括这个预售的申请建造的量开始在下滑，在整个一个房地产来讲，就呈现一个价量齐扬的一个表现。在过去买房的脚步都是跟着从化区捷运站周边等等重大建设发展，不过如今则是科技业扩厂区域购屋置屋最热门，很多区域都出现了复制竹科经验。就是说在这一波的市况上面来看的话，也确实跟着科技厂买的这个逻辑对于很多的购物人而言是受用的。科技厂本身它会有所谓的一个群聚的效应，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谓的上下游这样子的一个聚落。那这些聚落工作的工作者，他的收入相对也比较好，所以也对于区域的房市他们会有一些明显的拉抬。不仅股市续创新高，股市红利转进房市，还有境外资金汇入专法，首批回台资金将在八月解禁，两大资金涌入房地产，恐怕将让房市再掀起新一波涨价浪潮。 TVB 新闻罗世鹏、刘君台北采访报道。好，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天气真的非常的炎热，当然大家都一定会开冷气，但如果发现冷气不冷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不是要找人来稍微清洗一下。就有民众呢，他们透过脸书找了业者来清洗冷气，结果没想到清完之后呢，冷媒外漏，就连冷气内部根本就也没有清洗干净，而且甚至这个冷气还会喷水，事后要联系业者，最后对方甚至直接关机。用高压水枪清洗冷气，立刻流出好多黑黑的脏水。多数民众会固定保养冷气，让高温夏日可以清凉又舒适。不过，却有民众找了业者来清洗和移机，却越洗越糟糕。收钱一个样啊，然后收后之后就是感觉就是不理你了这样。陈先生找业者来移机，顺便清洗冷气，没想到八号开始冷气不冷，还会喷水，出风口也有好多小水珠。私讯业者后，业者搬出各种理由，数度推脱，最后甚至不回也不接电话。陈先生气得找来原厂师傅，发现铜管会漏冷媒，就连冷气内部也没清洗干净，怒批业者修前后态度实在差太多。在脸书上询问的，然后当时就是他有推荐他自己这样，就因为我们有问他问题，他就是蛮热心的，就是蛮热心回答。看上业者热心回答，又毛遂自荐，陈先生才找他，但没想到花了7500元，不止没有办法享受凉爽冷气，还在炎热夏天中惹来一肚子气，气得找上消基会投诉。业者疑似没有公司行号，也没有地址，消费者恐怕只能自认倒霉。一般民众没有冷媒表，也很难用肉眼看出冷媒到底有没有外漏。不过民众可以从冷气机的温度去判断，再加上冷媒如果不够的话，也会喷水。第一个我们要检查它的冷媒量，第二点我们要看它的电流够不够，它这台冷气的使用。一般来说，冷气业者移机或是清洗后，都会确认冷气是否能正常运作，就是要避免类似情况发生。而业者也建议，最好是每年都要定期保养和清洗冷气，延长冷气寿命。而且最好是要找有实体店面的业者，比较有保障。TVBS 新闻，徐继宏、徐玉伦，高雄报道。好，我们刚刚讲到现在温度真的非常的高，大家可能都要开冷气。不过像观众朋友 CHL 他就有讲，他不用开冷气，只能说你真的很厉害，因为现在真的非常热。有多热呢？我们知道一般来说热熔胶要融化的温度其实都要非常的高，但是呢有业者他们把热熔胶留在车子上面，结果要用的时候三条热熔胶通通都融化了。
三条热熔胶前端融化了，留在车上的座椅上。因为车子放在太阳底下，温度高到热熔胶也融化了，很可怕啊！很可怕。对啊，这温度真的是都粘在一起了，对不对？这温度，车门没关，人也待不住，立刻暴汗，感觉要烤熟了。车子是彰化一家布袋戏团的工作车，因为布置舞台需求，随车带着热熔胶备用。没想到因为太阳烈日曝晒，融化粘在椅子上。老爷讲六月火烧坡嘛，都应验一句话，即马都六月，今仔都六月七十，都好热甲火烧坡，甲迄个热熔胶嘛甲用起来。原本应该透过热熔胶枪通电加温融化，这温度高的烫人，太阳日晒也能够融化，让人太意外。那这样就融掉了。以热水浸泡发现，67度左右，热熔胶会融化，粘黏在纸杯上了。会粘到杯子了。在测量被融化枪融化出来的温度将近70度。车辆在太阳底下长时间曝晒之后，看看前挡下方，温度超过70了。仪表板啊，71。对啊，那其实就会融化了嘛。对啊。因为阳光照射，车内高温可以到60-70度，热熔胶会融化，不过不会燃烧。但是车内也要避免其他危险物品，像打火机，遇到高温它会爆开。矿泉水瓶，因为太阳如果照到它的话，它会跟放大镜的效应一样。阳光直射温度不断增加，车辆烈日曝晒，就怕有瓦斯物品引发危险，也怕瓶装水变成了凸透镜聚焦加热。再看看这一件，连热熔胶也变成这样，热到融化是真的。TVBS 新闻陈志忠、吴淑平彰化报道。好，这一届的这个法国奥运即将快要开始了。我们看到7月14号其实刚好就是法国的国庆日，而奥运的圣火在绕行法国各地之后，刚好也在这一天抵达了巴黎。而法国呢，特别把巴黎圣火点燃仪式呢，跟国庆的烟火来做结合。而这一次呢，其实巴黎奥运呢，为了要证明塞纳河整治非常的成功，可以举办奥运的水上赛事。法国的体育部长甚至亲自示范跳进塞纳河里。缤纷盛大的烟火沿着埃菲尔铁塔绽放。法国今年的国庆日，奥运圣火刚好抵达巴黎，无人机也在夜空中排出田径、体操、击剑等图案，向奥运致敬。释放烟火之前，奥运火炬也在绕行全法各地景点，将近70天后抵达巴黎。前法网球王诺亚在巴黎市政厅前点燃圣火台，防弹少年团成员俊也受邀担任绕行罗浮宫路程的第一名跑者，吸引大批粉丝现身加油。今年国庆阅兵典礼，除了传统的喷射机与仪队表演之外，还有满满的奥运气息。表演者排出奥运五环图案，前马术运动员瓦尔雷在法国总统马克宏面前进行圣火传递仪式。另外，过去充满垃圾的塞纳河经过整治后，究竟能不能进行游泳赛事？法国体育部长欧迪亚亲自跳到塞纳河里游泳，保证没问题。C'est une émotion indescriptible. En fait, on en rêvait, on l'attendait.Un travail monumental qui a été fait depuis des années. 不过，就算部长挂保证，巴黎民众仍然对于塞纳河的卫生情况感到迟疑。I don't know what kind of testing they're doing or how they're cleaning it up. I hope nobody gets any skin disease during the Olympics. 距离巴黎奥运开幕只剩2周，法国这次举办河上开幕与河中赛事，希望能成为奥运创举。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为了要备战巴黎奥运呢，这一次呢，中国队派出了405人参赛，也被美国预测呢是争抢最多金牌的劲敌。不过这一次的奥运上面，中国制造的东西用的明显比较多，像是柔道垫、乒乓球桌，这一些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工厂正在赶工的垫子要供应巴黎奥运使用，像是柔道、摔角垫等多项器材来自中国大陆的制造工厂。我手里拿的目前是我们的摔跤垫，这款呢是柔道垫，首次推出的我们的一项这个智能芯片的这个技术，可以实时的采集运动员的这个在运动过程中的力量、速度，以便于对他的这个做柔道运动时进行一个训练的一个指导。还有已经运抵巴黎场馆的乒乓球桌也是中国制造。根据中国大陆官媒宣传，桌子表面制成经过最佳化，加强摩擦和弹跳效果。表面有高分子一个特殊处理，所以球杆摸上去啊，
像冰滑一样啊，很滑，很滑的，应该在整个的行业中是最新的技术。巴黎奥运的乒乓球场上还有地板也是中国制造，跟363篮球场的地板出自同一家公司。我们是在原材料的使用上啊进行了我们的创新，它能够使地板更加环保低碳化，然后符合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理念。另外根据官方数据，巴黎奥运吉祥物80%是 Made in China， 多数来自浙江义乌。而上一届东京奥运，全球14家顶级赞助商只有阿里巴巴是中国企业，今年多了中国大陆乳制品大王蒙牛集团。中国大陆将派出405人参赛，当中一共42人拿过金牌。美国尼尔森预测，中国代表团可能斩获36金，跟美国代表团预计的37金不相上下。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讲到巴黎奥运的羽球赛事，我国的男双林洋配当然也是要来出征了。但是这一次呢，原本这个男双有16队的人马，总共会分成4组来比赛，但是因为世界羽联他们漏算了积分，所以现在总共多了一组，总共有17组要来比赛哦。所以当然这个分配就要重分，有一组就会要跟5组来打，当然引发了世界各国的不满。但是在今天正式的抽签了，我们的男双林洋配王麒麟跟李洋落入了所谓的死亡之组，确定要多打一场分组赛，而他们的这个教练也说今天晚上就会讨论对策。羽球男双林洋配出征巴黎奥运是夺牌大热门，但却签运不佳。最新小组赛抽签结果出炉，林洋配确定落入第一组死亡之组，有第二种子丹麦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日本小林优吾保木卓朗、中国有刘宇辰、欧选义都不好打。这一组有5队，硬是比其他3组多1队，等于得多打一场，体力耐力都是消耗，也让中华羽球队教练刘嘉诚忍不住哀嚎。小赛在小组赛就打到易胜龙，然后周天成在小组赛也打到李卓耀，然后那个混双那一组也是死亡之组啊，那一组是日本的那一组，然后我们还有丹麦，还有那个香港，这4组都互有输赢过，然后现在男双又抽到丹麦、中国跟我们还有日本的，这个都不好打。巴黎奥运男双赛事按规定只有16组男双参赛，但世界羽联因计算积分出包，地主队法国科维拉巴尔申诉抗议成功，让16队硬生生变成17队。王麒麟日前就曾在社群发文表达不满，积分分数算错关我们什么事？痛批羽联很两光，林洋则是叹连2届参加奥运都不太顺利，多一组选手影响很大。要多一组出来比赛，那当然那一定要接受他嘛。我是有给他们有给小孩子这样的建议啊。确定得多打一场，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调整心态，演拟战术。李安佩预计20号晚上出发前往法国巴黎，期待为中华队再夺牌。TVBS 新闻吴俊伟、吴婷宜台北采访报道。好，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咸酥鸡到底有多好吃呢？新北市有一名男驾驶，他为了要等咸酥鸡，结果就把他的车子逆向违停在公车站，结果呢看到警察要开单，居然当街呛瞎，而且还辱骂员警，最后呢被压制在地。不过他的咸酥鸡还没有好，那么事后呢他还不忘提醒女朋友记得把咸酥鸡送到警察局来。作为一席战区之一的东区商圈，这里店铺很多，其中更有不少是卖化妆品、保养品的。不过近期有消费者在那边逛街的时候，却遇到了有强迫推销的情况发生，甚至更严重一点的，直接把试用品涂抹在自己的手上。多年前，当谈话性节目班底渐渐打开知名度的易欢，说日前只是在路边等个车，两个人就围过来，先称赞自己的鞋子好看，刹那间手上就被倒了去角质盐，不得已进店铺洗手。准备走人时，对方一个发夹弯，问要买1组8000元的，还是单罐计3000元的？无言了，这是强迫推销吗？提醒大家别上当，提供地点线索，重回现场直击。
果真有类似的店家以两男一女三人小队的方式出没，专挑女性或长辈下手，指鞋子称赞转移注意力这招这么巧也用上了。附近消费者说，这情况层出不穷，很常遇到啊。你现在走过去就有了，也没有我就直接走掉了。不舒服啊，当然不舒服，因为不需要，然后是一直塞我在手上，对不对？然后就觉得过。当下会反应吗？你自己的个性？对，我会说不要。几乎都说，如果真的没有买的意愿的话，就离开吧。没有让他涂，但是他只要一围过来，我说我不用。我觉得反正因为他们也是工作嘛，可能也有业绩压力。如果遭业者强制留置当场，强迫购买。这已经涉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的强卖罪，消费者可以在收到商品之后7日内不负任何理由向卖家要求退货退款解除契约。一查强卖行为，最高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12,000元以下罚款。毕竟买卖之事双方该你情我愿，强塞方式确实感受不好。TVBS 新闻谢荣威、张文君台报道。好，台中有一个路口肇事率非常的高，也就是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今年至今呢已经发生了将近40件的车祸。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太原路上面其实有一个12米宽的绿园道公园，那么在太原路上的车子左转之后呢还要再通过一个路口，所以这时候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右边车刚好又是绿灯的话，就很容易被拦腰撞上。这里是台中市太原路上的绿园道，我们往上飞。绿园道把太原路分成了东西两侧，而在我背后太原崇德路口，今年以来到7月7号为止就已经发生了37件车祸，而7月15号上午11点多又发生车祸了。修理车从太原路左转崇德路，碰被对向太原路绿灯直走的小货车拦腰撞上，修理车瞬间侧翻，热心民众帮忙打开后车厢门，搬开行李箱，协助车内4人脱困。和他们发生车祸的是一辆载弹货车，柏油路上一大片黄黄的液体，不是油渍，都是破掉流出来的蛋白跟蛋黄。套用到在柏油路上也快煎熟了。警方调查，双方驾驶都没有酒驾。修理车驾驶20岁许姓女子，绿灯左转通过第二个太原崇德路口时，应该要停等礼让直行车。左转方向，他直行的都会抢快吗？从太原路绿灯转进崇德路后，头顶上虽然是红灯，但地上没有画停止线，只要没车，原本的左转车现在就能通过，但大多数的驾驶几乎都是停下来，就连警车也一样，左转弯后就算太原路没车也是停在路中等待，会停在那边，因为那边的绿机车他们也会往前移，它是没有停止线，会怪怪的，但是就是还是会停在那边，因为还是安全驾驶利益。这样对比去年同期，今年这一处路口车祸数量增加了42%，连警方都拜托市府交通局严厉改善，都是没有左转专用的灯号跟左转专用车道，变成他左转的时候要等待崇德路直行的车弯，那这部分因为它机会左转，造成崇德路方向事故量非常的多，而且是变太原路方向。交通局说，可以把绿园道想成比较宽的分隔岛，从太原路左转崇德路的车辆礼让直行车后就能通过，不过也碍于路口有时会有违停车或路数太高，左转车驾驶可能看不清太原路上是否有直行来车，他们将跨局处一起讨论研议改善方法。TVBS 新闻江俊彦、陈宏毅、洪彩文台中采访报道。高雄有一名家长呢，他载着女儿经过鹿竹区的中正路，结果没想到无预警的被两只流浪狗给追逐，而且甚至女儿还被流浪狗咬了。经过了解，其实在这路段有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流浪狗咬人是第一次。动保处接获通报之后呢，也赶快呢两度前往围捕，但是都失败了。感觉是有人咬的。一进到宁静的巷子，空地的车库内立刻传出猛烈的狗叫声。没想到日前有家长载着小孩骑车经过，还遭到追逐咬伤，很危险的。因为小朋友啊，如果你骑在路中间，突然狗出来，小朋友被咬到怎么办？伊来你问讲，迄只狗啊是上骑啊，恁俩伊拄啊来伫遮啦，啊伊讲夹着因囝。这个地点就在高雄鹿竹中正路旁的一处巷子内，由于位于闹区，不少骑士会利用巷子穿越到大马路。没想到13号上午11点多，有家长骑车载着女儿经过，遭到两只中型犬只追逐，最后女儿的小腿还被咬伤。民众当时就是骑车载着女儿来到这一处巷子，结果遇到一旁的浪浪追逐，还咬下了一块肉，而且一问才知道，狗追人已经不是第一次。狗狼骑。嘿，无啦，嘿，也够啦，伊拢用迄个车去加去。
邻居说，一黑一白两只浪浪都在附近徘徊，但找不到明确狗主人，因此被害民众也通报动保处，不过两度上前围捕，却都无功而返。一该犬只警觉性高，透过围捕及诱捕方式均未捕获，今明两日动保处将派遣催泪人员使用麻醉方式捕捉。一都要用安尼阿娘肥啦，啊我反正等我惊着我乱惊一个，即个把侬赶紧接过来，看什么人要来认养吼，等你签一下，啊我啥代志你联络阿娘，他不要啊。虽然被害人只有通报动保处，但当地里长自己也曾受害，并多次前往勘查，在动保处将浪浪抓走之前，目前积极协调当地民众认养，希望能找出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TVBS 新闻赵立和信高雄报道。台北捷运有工作人员在这个月的时候捡到零钱包，结果没想到一打开里面居然是毒品哦。调阅监视器，目前锁定了一名司机员，他说在巡逻的时候捡到的。捷运公司第一时间当然也对这一名司机进行验尿，幸好是阴性。勤务的开始跟结束就会从这边进出。为了怕捷运司机员太累，总站都会有休息室提供给有夜间勤务的人休息，但没想到里面竟然会捡到毒品。就是在休息室的沙发旁边，捷运人员捡到后拍下照片一一询问。这个月四号，一名司机员在这里捡到零钱包，一打开里面放着大麻、摇头丸还有吸食器，他主动向上呈报，检验后确认是阳性反应，主管开始调阅监视器清查进出的49人。两天后发现这名当事司机员胸前口袋鼓鼓的，询问后坦诚遗失，马上就被停止勤务工作，也进行验尿，不过却是阴性反应。通常捷运开到总站之后呢，司机员就会巡线来检查车厢，而这名司机员他就是说他在检查的时候捡到个零钱包，却忘记缴交，才会酿成这次的失误。坦诚遗失，但司机员强调东西不是他的，仍然被列为关系人，由捷运警察通知到案说明。而司机员的职责除了出发前准备外，在列车行驶中也要确认路线状态，还有开关门的情形，最后到总站后则是要巡检。局限列车包括芦洲跟回龙这两个方向的列车都会有运转到，每一天的工作时数，每一天排班就是最多8小时，那行车的作业时间不会超过6小时。一般来说，捡到遗失物，如果是贵重物品，就要马上通知行控中心，一下车就要缴交。一般遗失物的话，就可以带回车班交给负责人员。但这回这名司机员却没有按照程序。捷运公司回应，司机员跟客运、铁路、高铁一样，每年都会针对司机做尿液检验，出发前也会进行酒测，保障安全。捷运休息室头一遭捡到毒品，让旅客都很担心，到底是否为遗失物，还得等到做完笔录再次验尿才能厘清。TVBS 新闻江明翰、王金伦、苏佩宇。S 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高雄捷运有一名视障的男子看到闸门后面有女生，硬是要挤进去，而现在也被爆出他原来是惯犯。民警还有站务人员正在耐心的和男子沟通，劝说男子赶快道歉。那你跟我们庄园道歉一下，道歉一下，道歉，好，恭喜。民警三催四请，男子终于道歉认错。原来他是一位盲人，平常专挑年轻女性问路，就有人po网指控他，趁机在找路的过程中对女子摸手又摸背，偷吃豆腐，而且还不止一人遇过类似情况。九号晚上，他在高捷巨蛋站内先是寻求站务人员帮助，但当他发现只出不进的闸门有女生后，他竟然立刻想要挤进去。当时有女生准备要从闸门出站，但小小的出口，男子硬是要挤进来，被站务人员制止后，还大声咆哮，引发冲突。他那个刷，就从我这个胸部这个横附近这样子刷过去。原来这名陈先生早就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情况，因为2019年时他就被爆出类似事件，当时有其他热心男民众和清洁阿姨想要帮忙带路，但都遭到拒绝。当时陈先生还出面澄清，表示自己视网膜溃烂，几乎全盲，视力只剩0.04，并且公开道歉。不过5年过去了，他似乎没有改掉这个坏习惯，还是常常出没在北高雄捷运凹子底到左营这段范围内，再度引发争议。
议。以前他会指定希望女性同仁服务，近年来反正我们就是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就是一律用轮椅。可能大家有不好的经验，难免在下一次遇到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防备心啊。虽然陈先生自称视力只剩0.04，但还是能轻易分辨年轻女性。滥用他人爱心，对着热心民众毛手毛脚，这种骚扰的惯犯行为，实在让人直摇头。TVBS 新闻，徐继宏、徐玉敦高雄报道。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